能感，然后被破坏掉。对啊，就是你要骗打者，其实有时候裁判也会被骗啊。那应该会被骗。对啊，打者每天在训练的过程都有诱骗。嗯哼。我。威纳斯的判断尽量做给那个这个球打出去，他行哦，就都要把它拿起来。一垒上的跑者走了，这个球捕手传过去，传的稍微高了一点，正测到说威纳斯不会跑本垒。对，应该他是有预测到，不然再来就是说哈，捕手其实要游击手来看，这个球是传偏高了，说不定要游击手来确定他是往二垒方向去传。但是如果三垒跑垒员威纳斯往本垒冲，林志胜有可能不会到二垒。切起来左边方向的飞球落地安打，打轰！这场比赛两个打数都是安打。上半身哦，身体的上半身整个被破坏掉了哦，那个平衡感轻轻一碰。所以我们常讲的棒球术常在洗哦，这个diamond里面到处都有机会形成安打。